那边爬楼梯可以上多高啊？我们这个可以上最高处啊。没有住的，就这样站的。还选择好位置啊！相互转眼，我也给你增加，拿下。怎么没有住的了？八百都没地方的，转这么大第一次坐电梯，好高级呀、啊！喂，坐电梯。喂，这个电梯好高级。我刚用电话拨坐吧先。爬车不了，小姨不来忙我进。能加个。没怎么管了，不管了。升到地面，还比心里感觉有点抓的哇。不管。手机拿出来。相机没吧？见着了，你相机扔了哇。就没了。他不是说到那个工程部在那边吗？啊？工，我们可以下去玩一下吗？来来来来，看一看，继续看。我们在场，就这里的，我们就下去。看一看，继续上呢。可以继续上吗？啊。是哪一个？就是要不要你啊？去上吗？啊，没贵嘛。主要是这地方发不好啊，我出来看，我没跟你，没感觉啦。或者你们感觉啥？整个世界的。实在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我说抹了，抹了，往哪个弄？方向是市区，西南边为南面与高楼林立的香港隔岸相望，爬上了望远镜，更能为您增添一份情趣。我眼睛都来了。哦，过来，你老子不老吧嘞？不老吗？也有个嘞。嗯。好了啦，好了啦。阿哥，我你看，这在远嘛？往哪边走？东江街那边。哦，就连出来是有烟雨啊。这就是内湖啊，那里是这样的。过来就过来，然后从下水村过去，沿路返回，然后过，一过就出来了，是吧？
当跟老师做的那个定点。